这边有鸟啊，小心哦。嗯。所以是这边扎营的意思，还是你是要吃东西这样？不只是饿了。你头怎么了？你要吗？你的绿色花椰菜？我不需要，谢谢。哎，地上捡到的。太好笑了吧？嗯，你的。带吧。你找找我在哪？哦，好大的蜂，巨大蜂窝。那个是有危险性的吗？对。可以靠近吗？不可以。要敲就没事了。刚发生什么事？网路断掉而已、啊。没事。网路断断的，去找你们。安安呐、啊！我、哦、靠，这么近哦！这么近，我跳过叫你们隔壁了哎。对啊，从这虫都很近啊。这边有一个虫洞，等一下去探访。不是啊，这个虫洞是连到我刚刚的位置。没有，我这边也有一个，我这边也发现一个虫洞。哦，那边是矿场，这里也是矿场。那在哪住？嗯，牛牛家吗？还是你们想逃离牛牛了？定一下吧，我自己做好了。哦，你救了我一命。我的也没了，这会不会烧掉啊？这不会吧？不会啊。刚吃过了，呜呜呜！所以你们在那边扎营了，是不是？没，还没吃，煮个饭，我要饿死了，我爸都要。
哪都触手啊，这里。可以决定好了没？柳流附近啊，可以啊，你们找我都可以。哇！什么？安诺，叫什么？没看到，没看到的触手被啪被扒了一下，被偷摸了。哇，那个不止偷摸，那个真的很痛。被抽了。啊，所以你们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我在。我等一下冬天也会很多冰块。所以，我没看到你吗？嗯，小姨，你的牛须在哪里？你牛须在上面那一串呢、啊，在那个机械那边。在机器马那边都有能聊的。不是我这啦。哦，那我去找小鱼那边。哇哦！
要活在这里吗？还是活在哪里呢？我还在思考。我发现扎还在营了吗？扎个短，简单的，就是萤火。你先放萤火啊。嗯。放呗。按按，不过为什么会没声音？有声音吧？欸，这个萤火先放啊。哦，来吧。饿的话可以吃，哦，不要在这里种。啊？种什么？没有啊，那个只是话术而已，话术术呢？还这边起不来。就是因为他会，还有什么生活区吗？对啊，生活区就不想要那个。我去扎点肉肉。哇，无才之士。
要先做齿轮机器出来啊。好啊。可是我们家旁边就有齿轮。哦，我又打两个回来啊。那去建筑。我一直觉得这里会不会太近那几只牛牛？嗯？这里会不会太近旁边那几只牛牛？嗯，我还是没看到打包袋。有生啊，我什么都有，除了钱以外，我们什么都有。对啊，没看到。一件太假吧，那赶快哦，身上24个大喽！可以啊，我煮很快。冰箱、可以齿可以轮可机以。器要先做，不然你冰箱没有。什么？我20了，神机器在哪？科学。只能七夕猜科学，对，最底那个下有红个什宝么东石西？哎，Hello，怎么办？那，为什么都要用这个啊？没有，你要再换位置哦。我觉得这里就真的很。啊，这边谁放的嘛？你有什么？你不吃这个？我不吃这个。我要吃煮过的食物，煮过的食物很难找现在，而且你不能吃而两且天他内吃知道重的，复的食物，他就会不开心，然后悔不多。是吧？好好匹配方吧，孩子。跟他的那个介绍一模一样。这已经吃了第5天了，你可以给我个大象肉吗？起码我可以吃个肉球，拜托。行，我吃这个了。
交给你了，我去找青蛙。青蛙，我这里。钓鱼。所以要在这边扎营，是不是？扎个吧。扎在厨房旁边吗？还是扎哪里？这里，这机器旁边。包包啊，包包，生存类。包包需要什么？可以煮饭吃啊？嗯、啊？箱子里有肉球啊，今天哦，我这边有一个浆果树的树丛，要放哪边？等我一下。上面吗？可以啊。它要施肥，你有没有看到它的颜色跟你平常看的不一样？所以如果你有捡到本本，你就可以拿过去晒在它身上，它就变成我的颜色。肉粽我前几天有吃过吗？该有吃过。
对，要敲这个石头啊。我知道，太我近了。要去伐木。伐木。我在你锅子旁边也种一棵树的，你锅子可以用吗？你看那锅子可不可以打开？不行，不行哦，嗯，烂！他根本就是抄袭李可啊！搞不好尼克就是用它改没有啊，不尼是克是，更早之前就有。对，没错。啊，我饥饿了，可恶！箱子冰箱有一个肉球。没了，我吃掉了。好，那我回家。我先吃个肉，填一下也好。啊，这个给你，这个可以烤来吃。哦，对，而且它不能煮，所以它只烤，要不然对，就我是直接端生火着。烤就好了。嗯。哦，加75。谢谢。啊。那个打包的工具叫什么？找不到啊！哦，找到了，莎草纸跟蜘蛛网。在哪里生存？工具，它叫做 moving box。哦。哎，这样子他们就可以盖很近哎，东西盖很近，就是哦，对啊，他无视那个的啊，直接放上去就好棒了。哎，哦，我做出一个了，它可以重复使用，有点 OP 哦。哦，找到了，找到小女，小鬼了。你终于可以跟人家交朋友了。你需要为我找个。那你有挖到红宝石吗？没有啊。红宝石要挖什么特殊岩石吗？通常来讲是打火狗啦。啊你订阅的那个我不知道你是挖什么才会掉。完成他的任务吧。
爱狼儿。这个蓝鹅是那个蓝鹅吗？是啊。哎，哦，你突然敲我。哦，再开台。哦，他是不是看到我们在动时的对啊。他也啊？想玩了。哦啦，这游戏改超多，已经不是以前我会玩的游戏。哪里走？年底，好吧。风滚草里面会不会有宝石啊？会，会，几率问题，一切都是几率的问题。因为我还没做铲子，哦，你很听话，你说就没乖乖乖乖吵我了。不是啊，你也知道，定敲的人都会被我骂。嘿嘿，他真的不喜欢斯丁被敲。对啊，你真的很吵。到你的东西在哪里呀？到啊，这里哦。反而捡到城堡石，城堡石，粉色宝石哦哦，橘色宝石。我跟我说，城堡。是哪个城？你没有攻击我。到底哪里找啊？你要的东西是什么啊？越变越大。我、哦、这个哦。八题，
哎、欸，猎犬。是哦。是哦，是啊。我听到了。怪兽落的声音。来了呗！不要太靠近家里啊，不然狗狗会咬家。我的妹妹嘞？来了，看到狗了。解决。好，结束。没有，还有一没有孩只哦。子，你别回家。赶快回家没差。帮我举个灯，帮我举个灯。好了，好高了，你别惊啥啦，打就好了啊。你妹妹要再见，麻烦为什么？然后，好多个小鬼哦！你们刚开局，算是我们才第九天。不是我开伺服器的哦。还一千多，欸，可是他圣诞节掉下来的东西我就会吃了。鸟笼抓到鸟怎么办？要杀掉，换做鸟笼，不然就做鸟笼哈，做个鸟笼啊，买。那你要给我，我给你，谢谢。鸟笼放哪？喂，随便的，都可以。帅！吃鱼条啊，这里有鱼糕，可
可以吃。鱼糕，在锅子上面。又抓到一只鸟。你们可不可以帮我带一点胡萝卜回来？看到的话。那是什么？我的东西。好可爱啊。那个池塘上面的陷阱是你们放的？对，我放的，我放的。他本来是原意是要抓青蛙的，在我钓鱼的时候。太惊了，太惊了，想搬家，想搬下一点。你搬啊，你不都打包带？有啊。我就把牛搬走啊。可以啊，好啊，把牛搬走。不能呢、欸，牛动物不能搬，不能搬啊！所以是要订阅另外一个了。金三安，怎么那么红啊？秋天啊，爸，我猜的。不要落水洞。牛牛附近那个，牛牛附近那边有一个右上角那一块，那太近了。我知道啊，我说哪边还有啊？嗯，我看到了，那边。那个是蜘蛛女王吗？嗯，我们家机器在下面的，啊、靠近那个绿色那边。我没看到啊，他已经爬起来是不是？好像是，可是才第九天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刚生成也会有那种三层猪草啊。好哦。为什么牛牛们会移动？他们不是只会……你新手，你忘记以前牛牛直接走到我们家里面了吗？那时候已经玩了100多天，他现在就在我们家里面。那、啊、你就喜欢找牛牛的地方啊？也
因为牛牛是我的好朋友，因为今年是牛年。可以啊，你可以进来。你家我老一，居好友啊？嗯，没有啊，他应该可以踩你进来吧？他可以踩，不是踩着把你进来的，是哦，是可对以呀，吗？可你以。仅限好友的话就不没办法啊。那你愿那我意加老局好友吗？当初应该是个密码。妹妹真的很凶哎、欸！你有没有看到他的金块？你知道我说什么了吗？他那个金块的那个瞬间，狼哥应该跟狼球球是不一样的吧？因为我同记一得好个，像那同时一候好个，像同一个，同一个，同一个，同一个。哦，那狼哥就可以进来了，因为我记得好像当初魔物的时候有加到。狼哥跟狼球球是同一个人吗？你好，不能然玩后吗？狼，我加你好友啊，你不记得我了？哦，对不起。同个。好的，我现在知道了。那以前年少无知，言笑无知，好哦。哇塞！哦，牛牛怎么已经跑到这边来喽？还是我们打包转移别的地方？我们刚刚就在讲了啊。对啊。哦，原石区，哦，去原石区那边敲敲打打的。你看看地图我在哪，不如你去敲敲木头吧，好不好？去敲木头吗？偷对人。啊，然后我顺便也可能有空做一个锅子。你敲木头，我在敲石头了。这边的树木都是小的，
你要改兔我吗？狼还是你可以通话啊？好，改兔哦。好。我忘记我们不再吐我了啊哈！那舌头不是说要想要玩的人呢？搞不好这样这样的嘞，真的是打嘴炮就是男人最会的东西呀、为什么要攻击我？我没有想要抢你的蛋，你走开啦！你跑太快了，我最不行的。在晚上对不对？快了。还有两个，嗯。嗯，在这边。我在挖石头啊！啊，这边没石头，石头不在上面。我不能做，我缺一个木材才能做那个萤火。我本来是在这边敲敲打打的。嗨，妹妹，你可以点燃吗？对不起啦，你那颗蛋被偷走了啦！我说真的啦，繁星真的会偷你那颗蛋啦。你偷那个蛋干嘛？付出小的。嗯，那到底能干嘛？能干嘛？很烂，就很垮哎、欸。
阿郎儿，在图我 DC 哦。嗨，沃森。你要木头是不是？对。我拿不下了，那个还你。笑屁呀！满月，让狼儿家走到我们这边来，是不是要一阵子？满月没差啊。对啊，你咚咚，好，哎，应该是不方便开门啊。没关系。而且他的人，好像冰箱声音很大声，还是我旁边有人玩游戏很大声，没关系。我可以玩娜娜奇吗？玩啊！喂，你想要做什么都可以。赃物袋可以拿吗？拿不起来，那个是冬天要打一只鹿，然后它头上的角会变成钥匙，然后那只王有点难打。是的呢，要饿死了，真的快饿死了。啊，来不及捡格罗姆。哎，饿死的那个。决定搬哪里的？
经决定搬哪里了。白星是疑问句还是已经？疑问呢、啊？请问木炭呢？木炭在我身上，还谁？给我哦！我都要丢地上。可以的，哪里都没有的话、那就不要抱怨牛牛发情之类的喽。没有，我想要搬。我在看我要搬哪里。我觉得把牛牛搬走比我们搬走比较简单呢、欸。那你看要不要做个像牛铃还是什么？不知道这版本有没有、欸？那有吧。牛铃是什么？好像又没有。哦，这边是陨石区吗？好像不是这个的。攻击声音很。干嘛？没有，我跑到那个鸟走到我旁边，然后就警戒我，然后就直接打。对啊，他们很凶，他们很凶哎！我看一下，不行，看一下，上不下。我你不能做，那就搬吧。搬到隔壁一点也是有牛啊，不行，要搬牛。那你就装另外一个 mod 啊。对啊。欸、你是订阅哪？你们是订阅哪一个啊？那个 Muso Bus 那个吗？对对对。然后贴在隔壁哦。
哦，先关台好了。好。好啦，今天先开到这边。晚点，应该还是东师大。晚上六点的时候，对，那就这样啦。感谢各位今晚收看，今天下午的收看，现在有点累，嘿。好啦，我们晚点见啦，拜拜。